的过，那么多照片，你们在哪儿？你们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你们如果找不到你们，是不是会上海的命？不死的话，总有一天会找到的。大娘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哎，大娘，哎，不得了了！啊，不好了！啊，大娘，啊，什么事啊？啊，周老板，那李婉容的人，是死在高连阁了。啊，是我连累了邱老板，我就不懂。陆阿荣跟咱们山东人究竟有什么过节？大娘，你跟山东马龙兄、马大姐两兄妹有没有关系啊？是我的儿女到上海来，就是要找他们。啊，这么巧，你认识他们吗？认识。我认识，我不但认识他们，我跟马大哥还是患难之交，是患难之交。他也是被陆阿荣。被他害死的。他妹妹呢？后来大姐去找陆阿荣，在上海的码头仓库跟陆阿荣他们。高连阁去，走。想不到我这老人会先送你一个，嗨，安心，娘一定把你带回故里。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！报仇！
滚开！请问小兄弟是哪一路的人？陆家的人。啊，陆家的人。江儿，全给我留下。是，谢娘。你们先去踢他们的台子。是，婶娘。哎，下了下了啊！来，老三个六，同志，同志，哎，同志，吃掉吃掉。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啊，想赌钱呢？嗯，我们要赌台子。哦，嘿，笑话，赌台子。嗯，那就试试看。你找谁啊？我来找当家的。哦，
就是当家的。姑娘，你是不是来靠行？去你的蛋！姑娘是来抓老龟的。那倒要试试看了啊！就别怪本姑娘不客气了。